文案，不晓得这些土够不够啊？哦，应该够了，只有一边的屋顶要放土。屋顶完成了，哎，太好了！我这柱子也差不多完成了，等一下只要把屋顶加上去，就可以开始做实验喽。哦，你们要做什么实验啊？嗯？哎，博士，你回来啦！对啊，哎，怎么到处都是东西？看起来你们这个实验工程浩大哦。博士，潘子，我们马上整理干净哦。博士，我们要做绿屋顶的实验。哦，你们要做绿屋顶的实验哦？对啊，博士，你不是要我们帮忙收集有关绿社区的资料吗？结果啊，我发现有很多社区都有绿屋顶的规划哦。哦，博士，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，绿屋顶不但能绿化家园，还能让室内降温，减少开冷气的时间呢。是啊，专家估计呢，屋顶上搭建数平方公尺的草地呢，它的降温效果呢，大概等于一台冷气机开12小时的冷却效果哦。博士，绿建筑也是绿社区的一种吗？是啊，绿建筑呢，就是在建造过程中呢，消耗最少的资源，使用最少的能源，还有呢，铸造最少的废弃物的建筑物哦。绿社区呢，以绿建筑为基础啊，当然是绿社区的一种啦、啊。哇，有了绿建筑，再来就是绿社区，接下来就是绿都市、绿国家，最后就是绿地球。哇，好棒哦！嗯哼，能够真的能够这样，当然很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不是收集很多资料呢？来，过来我听话嘛。嗯，好，那我先说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好棒。好像就是这里耶。哎，思晴思晴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地址哦。听说这是个很有名的绿屋顶耶。欣柔，你确定吗？这附近都是办公大楼，怎么可能会有绿屋顶啊？这里怎么办呢？连办公大楼都可以设置绿屋顶了，在自己住家楼上绿化，那就更没问题啦。哎，有道理哦，那我们赶快去找吧。哎，好像就是这边呢。哎，那我们赶快去吧。文叔叔好，两位好，欢迎到屋顶花园。文叔叔，这边种了好多植物，还有蔬菜耶。嗯，对啊，这边有很多可以吃的，有那个 A 菜，有那个萝卜，有那个韭菜。哇，萝卜耶！我很喜欢吃萝卜，然后欣柔。哎，可是文叔叔，这些菜好像都快被虫给吃光了哎。哎，也没有吃光了，差不多1/3嘛。那个我们有一点给虫吃的，那也有鸟喜欢吃的。而且这些蔬菜和水果不用这个废弃轮胎种，就资源回收再利用。好环保哦。嗯，对，我们最好不要用那个资源，但是硬要用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再利用，有让它有更大更长的命。文叔叔，什么叫做绿屋顶啊？绿屋顶啊，绿屋顶就是我们尽量回复这个大自然。好，因为我们已经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们能够用一些资源，能够让我们每天用的能源跟每天的不好的碳可以降到最低的，那个屋顶花园可以作为很大的那个帮助。哦，哎，文叔叔，这间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我们很骄傲的一个堆肥马桶。堆肥马桶？那什么啊？堆肥马桶就是我们把人的排泄物，我们的小便大便就在这边处理，然后处理之后我们就加一点碳，一些落叶，一些不要的榻榻米，让它制造一种很好的很肥沃的肥料。哦，那不会臭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们拿捏那个碳氮的比例，大概是氮就是我们排泄物有一点臭味，然后那个，但是如果你加足够的，比如说落叶或是木屑，那它这个碳就是大概30:1就可以了，那没有臭味，反而是有一种还不错的，好像一个森林里面一样的味道。
我们去看这个，你有没有看很多很多桶子，有没有？那有几年的，有最新的，有两年前的，有三年前的，有一年前的。哇，原来放在这些桶子里的就是发酵后的粪便堆肥哦。文叔叔说，人吃东西后产生的排泄物，如果直接进入马桶冲掉，只会成为废物，浪费水资源，也污染环境。可是如果能将它收集起来，制成堆肥，再利用这些堆肥来种植农作物，不但能减少使用化学肥料，也能废物再利用，这不就是最天然最环保的资源循环吗？文叔叔，这些水塔是干嘛的啊？这是我们收雨水用的。那收集这些雨水可以做什么啊？雨水跟一般的水一样啊，可以浇花。我们本来是要冲那个十二跟十三楼的马桶，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这边浇花的水不够用的，所以我们是用在做那个植物。这样子就不会浪费水，不然雨水下来就直接让它流掉，也很可惜。也不会这样讲，它流掉它都会流到那个土壤给其他的动植物用的，所以这个也不是浪费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是用那个水，干净的水来冲我们的大便，或者这个真的是浪费。那我们这边的水是还是希望，因为我们是它会蒸发，那我们就收，就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那个需要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更多水，可以不用那个自来水。哇，这样就可以节省好多水资源哎！就是以后我们不需要再盖那个水库或是人工湖等等。你这样子就能让大自然留一个喘息的空间哎！没错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一整片都是绿油油的植物哎。很好。但是你看到其他的那个大楼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天线，还有那个水塔，还有铁皮。那你看到我们这边的，你看到什么？我们这边有植物、蔬菜，还有一些虫和鸟都会来这边玩。那我们就觉得台北这个盆地，我们应该把一点大自然还给其他的动植物，所以我们做这个屋顶花园，它的意义当然是有减碳、有节水、有节约能源，但是我们觉得更大的意义是心灵的生态、心灵的环保。那我们就可以跟把这些很多动植物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个好的空气，比较有利的环境。我们种了这些蔬菜水果，让那些鸟儿和虫子来吃也没关系啊。就当作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这样大家都会更 happy。那我们大家都很有共识，所以我们以后要下个决心，我们要决定，我们要为了这个环境要做更多的努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言为定哦。一言为定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欣荣呢？他刚刚说他先回实验室，把我们拜访的资料整理一下，大家分工合作比较有效率嘛。低碳示范社区，这是我找到的低碳示范社区，不但绿化做得很好，而且节能减碳也做得很棒哦。低碳，那就一定要节约能源咯。当然咯。徐阿姨好。你们好。请问一下，那个是雨铺满吗？是啊，这是我们专门收集雨水的桶子。对啊，我们都用这些水来浇花。喂，淑琴，我们就是利用这些雨水回收管以及雨铺满来收集雨水，然后用雨水来绿化植物，这样不但省水，又可以绿化社区，一举两得哦。真的耶！走，我们到里面参观吧。好。这里是我们的资源回收区哦，大家会在这里进行资源回收以及处理回收，也制作堆肥。哇，小朋友也会一起做？当然啦，社区的绿化是要大家一起完成的，不管大人小孩都一样啊。真的是好环保，而且又可以联络感情啊。是啊，而且这些回收的资源可以卖出去，
所得可以回馈给社区，我们一年大约可以有8到10万的回馈金哦。这站是取自于社区，用自于社区。是啊，对了，今天是假日，社区的人也会在楼顶种菜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呢？好啊，好啊。居民还是城市里的农夫呢，还称不上专业的城市农夫啦，只是大家利用空闲的时间，利用社区空出来的顶楼，大家一起学习种植一些有机蔬菜，规模不大，不过至少大家还是很有兴趣做啦。这里真是个节能减碳又美丽的绿化社区呢。我好想做菜来哦。那是什么菜？是我最爱吃的空心菜啦。过去看看啦。住下来，那还不如把这些观念宣导给你们邻居，为自己的社区尽一份心力比较重要吧。这个社区呢做得很有特色，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的个案哦。你们不要忘了把田野调查的报告给我哦。Yes sir。好，那你们就继续做实验哦。我放在哪里啊？博士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一份资料夹，里面有记录呢，绿色生活地图简介啊，那是我明天开会要用的啊。可是我忘了放在哪里耶。博士，我来帮你找。好好好，谢谢。你帮我那边找找看。没记得啦，亲眼看到大森了。你忘记了什么？对了，我把东西忘在家里了。大惊小怪，不是，人家本来要给你一个惊喜耶。什么惊喜啊？绿活地图啊。你们也知道绿活地图哦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到你桌上有一份绿色生活地图简介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去拜访了绿社区，做了一份绿活地图。博士，什么是绿活地图啊？绿活地图呢，是1992年。在美国纽约开始的一项活动，鼓励大家呢亲自到社区巷弄里面呢去探访绿色资源，发起自己生活周遭的人事物，同时呢具体实践环保的生活。绿活地图上呢会清楚标示环境中有关自然生态、环保与文化的地点，并且以一张世界通用的图示来表示哦。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张国际性的地图咯。是啊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自助绿地图超有趣的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田野调查的是哪一个社区啊？田野社区。没错。奇岩社区被称为是6星级的绿社区，社区里有许多珍贵的自然和人文宝藏哦。等一下田野调查完之后，我们还要一起来画一张奇岩社区的绿活图哦。老师，什么是绿活图啊？绿活图呢，就是在地图上面对人健康、对地球友善的景点标示出来的一张地图。那为什么要画绿活图啊？因为啊，我们希望借由画绿活图的这个过程，可以让大家更关心生活周围的绿色资源，然后过一种更健康、更环保的生活。哇！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Go！ 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个呢，社区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同学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奇岩商店了耶，它已经有50年的历史喽。不要看它不起眼，在这么多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其实它包含了酝酿了我们整个奇岩的一个人文跟历史在里面。原来这家商店已经有50年的历史啊！听说这家奇岩商店是北投第一家民营邮局呢。我每天经过这里去上学，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么悠长的历史呢。这个一般在便利商店可是看不到的。那我们下一个地点去哪？来，请跟着老师一起出发喽。老师，这里有好多特殊的植物。那是什么啊？那是水蕨，
这里是清江国小的生态池，学校里面有很多珍贵的植物生态，从学校开始就做好绿化行动，然后推展到社区里，就可以做得更快更好哦。哎，各位同学看一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燕子窝。哎，燕子窝，我是第一次看到。哎，第一次看到，我要带你看更多。你注意看，你看这一整排全部都是燕子窝。真的耶。吴老师说，这里是奇岩社区的家燕观察区，洞朝上的就是一般家燕所筑的巢，洞在旁边的则是赤腰燕所筑的巢。从燕巢一圈一圈的堆叠，就可以知道这个巢的历史有多久咯。这里的居民对这些小动物很友善，不但不会赶走燕子，还会细心的保护它们，这可是绿社区很重要的一部分哦。南老师说，这里是奇岩区民活动中心和图书馆，提供居民大型集会或是举办训练课程，图书馆则是可以培养大家阅读的好习惯哦。诶，老师，这里怎么会有旧衣回收箱啊？旧衣回收很重要啊，这些合法的旧衣回收箱可以把资源回收再利用，是发挥环保精神的最佳示范哦。嗯，啊，走吧。哎，这里就是提倡共同购买环保精神的日出奇岩哦。老师，什么是共同购买啊？共同购买呢，就是集合大家所需的食品一次购买，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许多包装上的一些使用。而且我妈妈说这里的蔬菜新鲜又安全呢。是哦，时间不多了，那我们赶紧往前走吧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丹凤山，奇岩社区的居民很多都是沿着山坡居住，但是他们都很维护水土保持，不会做过度的开发哦。老师，这边的石头都好大哦。以前的奇岩社区里有一个采石场，传闻早期台北城的城墙的石头就是用这种奇里岸石建造的。哦，是啊。这些历史的痕迹跟传承都是社区绿活土里很重要的元素哦。哦，孩子啊，为什么有点看不到？好舒服的感觉。哇，你看好多好漂亮的花。重阳公园的生态池啊，它以前其实早期是做灌溉使用的哦，那现在呢则是观察生态的一个好地方。这里不但有野鸟鸣叫，而且这边的昆虫与爬虫类共有30多棵，100多种，植物呢有80多棵，200多种，在这小小的地方藏着这么多的生物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嗯，老师，这里让我想到一首歌。哎哎，哪一首歌呢？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山坡上面野花朵，野花红似火，小河里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到我们的奇岩社区啊？有。现在我们要请大家一起分工合作，先把奇岩社区的地图画出来哦。记得地理位置吗？不可以画错咯。好。老师说，这些小图卡是用来做图示说明，例如这张图卡是代表学校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它摆放在清江国小的位置上。以后看地图的人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在地图上这个位置有一间学校哦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学会怎么做绿活图啦？学会了。好，绿活图最大的用意就是要提供大家健康的生活资讯，希望带动整个社区的居民都能把对环境的关心落实在生活中，
大家回去也可以好好观察自己住的社区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制作属于自己社区的绿活图哦。好，我之前不知道奇岩社区里有采石场，但是经过这次的活动，我现在才知道综合禅寺里有特殊的奇岩暗石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奇岩商店，奇岩商店竟然有50年的历史，跟我阿公的年纪差不多了，实在真的是令我十分的讶异。我的绿色生活地图，耶！很有趣吧？嗯，哎，不是，我明天再把那张绿活地图拿来给你看哦。好好好。嗯，哎，哦，在这里，我吹掉吹掉，哈哈，就一定。哎，博士，那我们先回去做咯。好好好好。好。哇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做一张实验室附近的绿活地图吧。大功告成了，耶！哦，你们组装好了。博士，等一下再去外面晒一下太阳就 OK 了。好好好，我很期待你们的实验结果哦。好，赶快继续做吧。好。这个再给你一下，这个压下去，压下去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就在这边做实验吧。好了，温度几度了？现在两只温度计的温度是28度，谢谢你，麻烦帮我记下来。好，现在这只给你，这只给我，我们就给它插到前面的窗口里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小时后再来看实验结果吧。走吧。老师，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结果吧。有绿屋顶的是26度，那没有绿屋顶的是27度，两者相差了1度左右。耶，实验成功！所以看来绿屋顶的真的可以降温呢。我们赶快把东西收一收，回去跟博士报告吧。